月容给新妃娘娘请安，皇上有旨将凤印移交紫来阁。月容此来，一是为了看王妹妹，二是送凤印至此，还请新妃娘娘转接凤印。姐姐的脸色似乎不是很好吗？这凤印在姐姐手里不过半月，而且这后宫在姐姐的打理下也是井井有条，无缘无故的，皇上做这种决定真是不应该啊。妹妹也劝说过皇上，你也知道咱们的皇上有多固执，要不这凤印姐姐先拿回去，我再劝劝皇上。新妃娘娘多虑了，月容暂戴凤印只是皇上一时兴起，新妃你温婉贤淑，秀外慧中，皇上的本意是希望新妃执掌凤印，如今皇上如此决断也是英明之举，姐姐心服口服。是吗？怎么在姐姐的眼里我真有这么好吗？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有这么多优点呢。哎呀、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真是不小心，姐姐你也真是，怎么不躲开呀？娘娘，罢了，既然姐姐无意交出凤印，妹妹也不勉强，改日劝劝皇上收回成命就是了。莲儿，你退下，怎么可以这么不懂规矩？之前月容或有得罪之处，全因身不由己，娘娘你深明大义，自然不会与月容计较，还请新妃娘娘接管凤印。还好你想起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忘了当日是怎么用凤印压我的呢。想让我接走凤印没问题，只要你向我跪地磕头斟茶认错，我苏曼和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新妃娘娘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你们同属贵妃，有什么理由让我家娘娘给你下跪？大胆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本宫说话？小桃红，给我张嘴。新妃娘娘息怒，月容愿意给娘娘跪地磕头斟茶认错，至于莲儿，月容不敢让娘娘费心，回宫后自会处置。是。新妃娘娘，你让月容如何，月容依你，求你放莲儿一条生路。现在跪不觉得晚了吗？小桃红，我的话你没听懂吗？给我打！这种出言不逊的丫鬟，给我打烂她的嘴！是。慢着，姐姐这是何意？心里不舒服就说出来，何必拿个丫鬟撒气呢？哟，妹妹这是何时回的皇宫呢？怎么不早知会一声，姐姐好去迎你。这妹妹如何担当得起呢？您是贵妃，妹妹只不过是个奴婢。再说，若真告知姐姐，妹妹恐怕未必会回来的这么快呢。你，既然妹妹知道自己的身份，那就应该明白，有些事不是妹妹可以管得了的。小桃红，